命案太离奇，连生死簿都不知该怎么写。这个凶手一定知道这个小朋友他的出生年月日，所以他走的那一天，他大概是刚好13岁13天。怎么会这样子莫名其妙就没有了呢？对，他竟然是被这玩意儿砸死的。啊？这只是第一个，后面恐怕还有12个。现在恐怖在这一点，中国大陆人心惶惶也这一点，那12个是谁？真相 hold 得住，今天晚上8点，卫视中文台。